多人都会好奇问我吃素做什么，那我就说，我就回答说，因为我要做运动的原因，所以我要吃素。因为在这边可以交很多朋友，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。小智东的唯一，不跑不跳不乱叫，我觉得主要的是这个。我觉得差很多哎，因为他会比同龄的孩子会想，对，然后会比较照顾弟弟妹妹，他会变得更容易相处，对，比较不会就是耍性子没有那么多，而且他的胆量我觉得比以前大多，会敢表达自己，是在乎他自己承诺的事情，对他承诺的事情他会遵守。因为以后是老龄化的社会，那这些孩子又是多么的珍贵，那我们现在在这边不多用点心，我想以后真的是来不及。虽然你现在看他们是这样子，可是每年都是很神奇的，一上了舞台他们就呈现出真的是陆军长的那个品质跟水准给我，他们都是很珍贵的。好，我上来。